这边有个花盆哦，花盆里面有个小小的幼苗，我们转它。好啦，我们转这个它就长大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让我猜，我们只要解各种机关，它就会越长越大，然后它长成一个大树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女孩就可以爬树到达最高处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美术馆了啊！原来是 Demo， 刚好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女孩啊！原来我在玩的是 Demo 啊！一切的谜团都解开了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要干嘛？